交翻去实俾老师话啦，将针卡烂成咁样。我都唔系好你好多咋，我同我妈咪喺床下低搵咗好耐，先搵得翻呢份梅菜干啊！喂，你哋两个愁啲咩啊？你有冇带针卡啊？今日要交喎、啊。唔系啊嘛，你哋仲用纸本针卡啊？仲唔快啲转用应用程式针方便？针方便？系啊，针方便，取其谐音，真方便，令大家更加方便咁样睇到疫苗嘅资讯，而且成个操作都好简易噶。咁系咪唔使再用呢张针卡啦？系啊，针方便仲提供咗疫苗资讯。预约功能同埋位置提醒，哇，真系集多功能于一身啦！等我哋再为大家介绍一下针方便啦。我哋嘅主选单词有图示，例如喺我的位置隔篱有一个地球嘅图案，字体大细适中。资料库储存咗支针同疫苗诊所嘅资料，用家可以揿疫苗资料，可以注射或者预约注射，睇翻相关嘅资讯。用家按疫苗名称，除了看到疫苗资料，更加可以按网上预约，转跳到卫生署的网站，即时预约打针。想知道附近有什么诊所，用家可以按诊所位置，看完所有诊所的列表。当用家按我的位置，更加可以即时定位。最后，用家预约完打针之后，更加可以利用我哋嘅提示功能，咁就唔会唔记得要打针啦。希望我哋嘅应用程式可以帮到你，将来更可以连结埋新冠疫苗嘅注射记录。